大家好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赞。如果没订阅的话，你就订阅下，谢谢你哦。今天天规模又有展销会，1480、1380举办的，过去看一下啊。今天天气现在75度，稍微有点晒，其实真的很晒。夏天来了。都是穿的特少的。如果来法拉盛，车就停在这里，便宜嘛，5块钱。今天早上觉得很晒的，现在又不觉得热啊，出来还有凉风啊。哇，这里大塞车，看塞得一塌糊涂，够力了。我们从这里去 Ten Gram， 这边有，这边的话有一家药房啊，好运药房，呵呵。哎，有生意吗？这么偏，这里的公寓好贵的。早些时候有一栋卖，前两天吧，看到报纸，2房啊，100多万。这一帮商家呢，在云顶，就是同一帮人，不知道有什么特价，往里面看一下。对啊，这边的话，在云顶也有啊，之前展销会卖米的嘛，很快就卖完了。今天举办的话就是什么？双亲节吧。他们举办2天，明天还有。今天没有卖吃的，就是卖杂货。哎，吃一下这个。来一杯来喝一下，这是咖啡还是奶茶？咖啡还是奶茶？奶茶来的，奶茶，不错。没有了，就绕个圈了。之前在云顶展销会，原班人马搬过来这里。太阳呢？陈少南呢？来到我这个你等的摊位，访问他们负责。哇，好大的烤鸭！今天还是人不够多。规模不够大啊。
多少钱？10块钱啊，这些。对。你是台湾的？不是，马来西亚。啊？马来西亚。哦，我也是马来西亚。啊，你是马来西亚。对。怎么有凤梨酥呢？凤梨酥不是台湾的？没有，凤梨酥是本地做的。哦，哦，你还有那个？没有那个？什么咕噜？这今天才有。这个也是10块钱啊。这多少钱？这个10块钱。嗯，谢谢你。这个放到晚上可以吗？可以收到明天。啊，因为我带回去放在车上，下午才回去，应该没事啊。你不能放车上，因为外面天气很热。对，好热今天。你要你就订，你在这边上班？没有。这边开别墅的钱我跟你收住，你要回去也来拿，因为至少这边有 AC。不是，我要出去，但是车要放在外面。啊，不能。我要去别的地方，我还没回家。不能太臭酸。对，我知道。哦，他们这鸡蛋都不能摆到里面去。没啥好看，没啥好买，准备走路。这是卖面条的，公仔面。啊，下了，没有什么人。规模不够大，今天星期六，缅街当然非常热闹了，看一下这里啊，今天的展销会啊，规模太小了，没有几档。哇，今天真的人非常之多啊，在街上。我以为今天好晒，也不怎么晒，多云。这家午餐14.99块啊。这边是罗斯福大道，真的，老人工具、粮食券、现金补助、房租补助等政府福利，好到了，申请退休、白卡、银行卡。
长田超市可能转型变了水果摊了，只卖水果，有可能哦。现在看来都是水果。又晒起来了，刚才不晒的。啊？什么？现在纽约美食城呢，爆满了，今天好多人呢，买一个胖猫锅蛋。那个黑椒呢？黑椒要等好久啊？几分钟。今天没事。坐都没得坐。走了，没位置坐，一路走一路吃。这家老鸭粉丝汤又贵又不好吃，吃过了，吃了还有点后悔。个人觉得啊，你们我不知道。